喂，我刚停好车，现在进来。什么？什么叫不用来了呀？我已经进你们家小区了。哎呀，现在家里不太方便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跟郝大为怎么谈的？需要我们家楠楠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来想办法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陈浩南为难你了？你让我进来跟他把事情说清楚。 老婆，你知道吗？这家公司是我一手做起来的，这是我的公司。我知道，你心里不舒服，但是这样，他总比……什么都没有，对吗？我以前遇到过很多困难。 我都咬着牙走了过来，可是这一次，我看不到希望。别想太多了。 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会离开我吗？你会离开我吗？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你回答我。 紧了，压着肚子了，老公。